Step one, you say we need to talk. You walk, you say sit down, it's just a talk. He smiles politely back at you. You stare politely right on through. Some sort of window to your right. As he goes left and you stay right. Between the lines of fear and blame, you begin to wonder why you came. Where did I go wrong? I lost a friend somewhere along in the bitterness, and I would have stayed up with you all night. Yet I know how to save a life, how to save a life.831要来台中，真的假的？真的，要不要去？要不要去？去啊，当然去啊！21号地下，地下，地下。好，好了，好了 ，OK。哎，上海出客啦，走了啦，我挂窗户。哦，好，走走吧。哎，两位烫个爆炸，救命是不是？那你不是想搭讪要毒手？要烫你自己回去烫哦。赵明辉，赵明辉。赵明辉，见鬼了！你再不出来，我数到三。靠！你刚跑去哪？刚才好像那种。穿越的 feel， 你少来！真的，你自己有看到啊？清朝还是明朝啊？太可怕了吧！可是，算了算了算了，学长再说，学长再说。应该是迟到，我还是觉得很奇怪。是很奇怪，没错。不然我们再去试试看。你确定？你不怕出不来哦？先试试看再说好了。快快快，现在！什么啊？刚才没有干啊，搞笑、啊！哎呦，那件真的烂透了，我原本以为他很厉害。你在讲什么啊？你只是身擦黑板了、啊。什么？我昨天才擦过黑板，然后他已经跟我换。昨天你哪是当过值日生了？你忘了？我看是你病了。这张不是考过了吗？星期二，见面就星期三啊。早上还有升旗，是怎样？难道不行？我得再试一次。过去。
啊？我回到了过去，然后我又当了一次值日生，我又写同一张考卷，而且我还考一百。少来了！哈哈，我要好好记括下。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哦，卡萨卡那么久。哦，你不懂啊，这是策略。你难道？哦，太贱了吧！哎，昨天那是麻烦买一送一，排了好久哦。我知道，哎，买一送一超爽的，一次喝两杯哎。好了，帮我保密，我再请你喝咖啡。好吧，今天也没事。谁说要请你今天的你喝咖啡？我说昨天的你。兄弟，这种能力不用白不用，懂吗？说懂。好，懂懂懂。啊。其实我是想问你，昨天那面镜子是怎么一回事？靠，他怎么会知道？啊？什么镜子？我昨天都看到了，你就说吧。我跟你说，你就觉得我之前准备。我相信我已经看到了。我咧被看光光了，也只好走。好吧，其实我可以回到过去。真的假的？也太酷了吧！你很好玩哦。是很好玩啊。可是就是有的岛嘛，在那边盖。去票哎、欸！真假的、啊，是超难买的、欸。对啊，他被秒杀一次。哎，这会长吗？快给我！哎，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真讲，我赶在他之前就买到了，怎么可能买不到？谢谢你，我超想去看的。好开心啊！太感谢你。哎、欸，哦，谢谢啊。哦。哎呀，他没有恶意啦。但
好厉害哦，已经有班霸第二哎，刚刚放学我留下来练。哦，偶尔啊，可惜差点就得第一了。哎，算了，我不想理他。哎，我有个想法。这样不好吧？开小玩笑而已嘛，记得比赛那天哦。好了，知道了。招白痴而已，夹角桌是不是超有梗？哎、欸，该不会抽错了吧？超恶心的，根本超棒的、啊。你看他的脸，出来一下。好玩吗？啊？我问你好玩吗？你凶屁啊！废物！你有种都说是你做的，不要像个闹钟在那边笑。不管面对现实，活在过去，什么是想弥补，什么是想重来？他妈的，人都最好这样过。看是怎样啊？不就看个小玩笑而已吗？不知道炸药、啊。是吧？是怎样？现在连扫把都不会帮忙拿了。好像有话聊哎，以前都不会这样。那你就知道对。
我跟你去吃。哎，等。哎，爸，我过来。我跟你说，口琴还没练好。电不能拿啊。等一下我。喂。是啊，我们在附近。好啦，我在校门口等你。拜拜。哎，我妈说不要在校门口等我。没关系，我先去搭公车。拜拜。拜拜。去不了了。小卡替他加油好吗？谢谢。
解手卡的，可以到前面来拿。今天怎么都没有看到邓小红？哎呦，写情书啊！希望你敢……哦，这写什么？跟我们不对题啊！你闹够了吗？他现在在医院里，还不知道会不会醒。你有心情跟我讲这个？是他朋友啊？我在讲什么啊？谁在医院啊？他在装什么？他怎么不知道？对啊，他好奇怪哦。靠！哎，下课了啊。啊。你不要再想了啊，先去打球，这节体育课。哦。嘿，明辉。为什么不能去救他啊？他都跟你讲。为什么不回去救他啊？我也想回去啊。我已经回不去了。先回教室吧，不要想那么多了，不行回去吧。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哦，好了。
我问你好玩吗？你凶屁啊！废物！我刚才看到翔宏了，我以为我回到过去，结果只是我在做梦而已。你先别沮丧啦。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回不去了？可能是因为我的能力消失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救不了他了。你有没有想过，问题不是出在你身上，而在自己身上啊？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就是说，说不定只是镜子的出口坏了，所以你才回不去啊。对哦，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回去救他。可是，要怎么做？一定要这样做吗？对啊。可是，快点啊！等什么？可是上课很不错。全部把镜子都快被我撞完了，我还是进不去啊。全部撞完了吗？剩下最后一面。啊，是哦，剩一次机会了。最后一次。撞不过他去哪里了？这不过镜子。最后一个。
yes yes。去不了了。哎，我刚才叫你没有听到。是吗？哎，你听见他，你问丽江干嘛吗？好，不要跟我讲话了，走啊。现在这个我更喜欢那个自己，有没有遗忘了曾许下的约定。哎，你书包嘞？哎，还没有换衣服没有。那你工资卡嘞？来，书包。下棋，连闹钟都来到自然醒，时间忘了今天星期几，人生忘了要前进，曾经说好的环岛旅行，像那空白的暑假习题，那段还没告白的恋情，像电影喊的剧情，暑假不知不觉离开青春场景，那时候之后却跟着欢庆，明天后自己是不是我憧憬未来的那个你，是否过得过瘾，比现在这个我更喜欢那个自己，有没有遗忘了曾许下的约定，绝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最后的八月三十一，才发现青春像冰淇淋，融化的让我措手不及，最后的八月三十一，小时候懵的不切实际，长大后却要学着实际，我们讨厌那样的自己，无奈却无能为力，应该厚着脸皮活在他们期许，还硬着头皮做忘自己，那一种结局是我一生回忆，未来的那个你是否活得过瘾，比现在这个我更喜欢那个自己，有没有遗忘了曾许下的约定，绝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哦失败了，也是种荣誉，我还能骄傲回忆。未来的那个你又有什么表情？是快乐或伤心，都没有无愧我心。就算你已放弃曾追求的风景，别忘记唱这首歌的自己，最后的八月三十一，唱一首歌让我想念自己，唱一首歌给未来的你听，请不要忘记，请不要忘记这首歌里的自己。